挥棒落空，哇，这次呢是成功吊中的打者，投出了三振。哇，今天林志平也被王建民给 K 了两次。是，我们看啊，这个滑球啊，投得很精彩，主要就是滑球，这个滑球投出了。这个球结果打成了一个三垒边线界外区的飞球，三垒手应该是掌握到了，在界外区接杀了打击的詹志尧，留下了一垒的残垒，没有攻下分数，目前还是3-0，拉菲奥领先。